那个霆锋，我最近是爸爸哦，你叫我想帮你换尿布，换尿布，换尿布。你有跑掉哦。没有啊。拜托，消息都出来了，还什么家里有喜事？好好照顾宝宝，做一个称职的超级奶爸，饿了或者尿湿的，宝宝都会发出信号。小孩啊，到了哪一个阶段呢、啊？就是慢慢会跟你有反应、有互动。我最近是爸爸哦，你叫我想帮你换尿布啊。换尿布也是奶爸养成必修课哦。哎，换尿布了，换尿布了。给宝宝换纸尿裤时，要先将纸尿裤摊开，放在宝宝屁股下。把两边的胶粘对准腰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也要换尿布。